然后你要再转进来一点点，然后人不要歪，人不要歪，三通背，人要正直，你这已经歪掉了，不要这样，直直的坐下来先。 直直的坐下来先，坐下来，好，然后才开始弯一点点，斜一点点，好，坐下去，放松，屁股，这两个要捏着，这两个要捏着，哎，是，放松，两个不倒，嗯，对，然后这个地方放松，这个地方放松，脚踝放松，嗯，脚踝放松，这两个，这块玻璃是你的，你要过来，这边没有碰到来。 这边没有碰到来，这个地方，来，这个地方，摇过来，哎，想看这个玻璃，看这整块玻璃，看上去，看这整块玻璃，哎，这块玻璃，对，看啊，这整块玻璃，注意这整块玻璃才有效的，看这玻璃，看上去，哎，对，然后离开这玻璃。